哇，他们这组好强啊！我们出场了，最强王者，哼，最强王者，我们蓝队最强实力，蓝队最强阵容，一定要一点，一把拿下，最强阵容，一把拿下。来，三个男生，上，好死他们，他们也是最强王者来了，哎，好，他们肯定也是这么拍，好好练练他们。哥，我俩可以一直在一起。那我们带我们三个一起一溜烟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们先抓哪一个？先抓黄衣服，好吧？我觉得那两个是能跑的，这两个男生是能跑的。对，先抓黄衣服，先抓黄衣服，再抓白衣服，好吧？不要太使劲啊！好，给他们跑个半马就可以了。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！加油！走走，他们真的太……把他们包围！走走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！好，走走走，一个一个抓，朱志南，朱志南，包起来！另外一个嘉宾，好快呀！他们抓的，罗罗罗罗，加油！别拍手，别抓到，别抓到，快点！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他们仨走，加油加油！整个带飞了，完全被带飞。好，好。他们仨走，还有三个，还有三个，再加一个我们就赢了。看看看看看，别着急，女生女生女生。好，这个这个。好。哪一个？这跑不了啊！抓这个，抓这个，对对，全是这个。加油加油！扶着扶着，好，好，还一个，还一个，轻松拿下，还一个，最后一个轻松拿下。握个手，握个手。死累全场，好，好，赢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腾哥带飞了已经，我们兄弟们，也完全被带飞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完全被带飞。连体绳追捕当中获胜的队伍是蓝队，恭喜。接下来我们蓝队可以从你们六位成员的名牌当中抽取一张，率先给他贴上名牌。咱们这几期谁的运气比较好一点？坤儿。我那不是运气，都是智慧。哎呀，那你用你的智慧再去给我抽回来吧。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我打赌。摸到谁？我赌。你赌吗？郭麒麟。如果中了呢？中了还给我。中了就中了嘛。这样，我先看一眼，我再告诉你，好吧？我先看一眼。嗨。也很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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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很强。大将啊！大将，大将，大将。谁？我。你来，我帮你贴上，压力很大呀，很强很强。